哲、林，你们来了。我听店里客人说了，你们刚才来找过我，好像是在帮那两个治安局的小姑娘发调查问卷。乔普师傅，那你能看看这份问卷吗？问卷我就不看了，应该是说治安局要在光印广场开讲座那件事儿吧。总之待会儿麻烦你们转告治安官，就说那天我有事儿不能参加活动了。果然如此，其实在来之前我就有种预感，乔普师傅大概也不会答应。不过待会儿把结果告诉朱渊他们时，还真有点不好开口。哦，听你们这意思，你们还在其他人那儿碰钉子了？我们刚才去找了亚莎和斯派克老爹，但他们都回绝了。今天早上听曼大师和恩佐大叔也推脱说那天有事。乔普师傅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情？啊，倒也没有那么神秘，只不过有些六分街的老居民恰好知道些你们不知道的事罢了。林、哲，宣传问卷封面上印着的这个人你们知道吗？是布林格长官吧，这次治安局的活动也是他发起的。那你们听说过之前在艾利都时期治安局有个征服空洞的英雄吗？乔普师傅，听你的意思，布林格长官就是这个征服空洞的英雄了？没错，当年九都还没陷落的时候，布林格刚好就在我住的辖区分署担任副署长，大概是从一线经商上来的关系吧。即使已经是副署长，他也经常活跃在一线，和居民们走得很近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在一次救援行动中，他在空洞中失踪了，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葬身空洞之时，他却奇迹般的从空洞生还了。就这样，征服空洞的英雄这个称号就传开了。之后不久，布林格被调任到了雅努斯区治安总局，这几年又一路高升。听起来也算是一段佳话了。本来应该是这样，只可惜现在大家都说这位征服空洞的英雄已经被空洞吸干了勇气了。现在的布林格虽说还以青年自居，可我们这些老居民看得出来，他只不过是在镜头前面做做样子。而且这几年他明摆着和 TOPS 走得越来越近了，他在治安局推行的好些举措打着有利于居民的旗号，可最终的受益者却是那些大企业。这次市政换届选举，他要冲击雅努斯区总管治安官的位子，这时候开展安全宣传活动，还把自己的形象印在问卷上，目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总觉得布林格长官这样做有点假公济私的味道呢。嗯，可不是吗？治安局举办安全宣传活动本来是件挺好的事，可一旦看出背后布林格在打什么算盘，我实在没办法心平气和地参加。乔普师傅，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次不能帮你们的忙了。林，现在要找的三位邻居都已经找过了，虽说有点难以启齿，但我们还是回去把结果告诉朱渊他们吧。已经把整个六分街都跑遍了，可愿意参加讲座的人竟然还不到十个。朱渊，古人云尽人事听天命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是喝点热水歇息一下吧。前辈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要知道举行讲座的会议厅可是能容纳300人呢，看现在的情况，当天恐怕连一半都坐不满。布林格长官之前把出席活动的地点选在这里，应当是看中了这附近居民人数多，
募集参与者比较容易吧。可好巧不巧，这里不少居民都来自长官之前的辖区，对长官的怨言不在少数。我刚才还纳闷，以往遇到再棘手的任务你都没叹过气，今天怎么如此消沉？差点忘了，布林阁长官是你的恩人，比起完不成任务看到他受人非议，你心里更不好受。嗯，当年如果不是布林阁长官在空洞里救了我的话，别说成为治安官了，我恐怕根本活不到现在。前辈，我知道近几年长官的风评下降了很多，但一个能把防侵蚀装备让给孩子的人，总不至于变成一个坏人吧？长官的确和 TOPS 有往来，但治安局许多设备都需要和 TOPS 联合开发，跟他们打交道是免不了的。而且长官不也经常说，很多事情在现在的位置上是改变不了的吗？如果这次他能够当选总管治安官，说不定之后就能扭转市民们的想法。非其鬼而祭之，谗矣，见义不为，无勇矣。这话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如果祭祀不应祭祀的鬼神，就是阿谀谄媚，如果理当挺身而出却袖手旁观，就是怯懦无勇。我们身为治安官，最重要的就是知道哪些事该做，哪些事不该做。布林阁长官的种种作为，不同人或许有不同的解读，但他自己一定知道自己是否问心无愧。只要问心无愧，即使一时遭人误会，也终有解除之时。嗯，前辈你说的对。等等，好像有人过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不是打断你们说话了？没关系，我和前辈刚才只是在闲聊。怎么样，你们找到那三位居民了吗？已经把问卷交给大家了，不过他们那天好像都有事的样子，看来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。没关系，你们能联系到他们，我们已经很感激了。六分街的问卷已经收得差不多了，既然这样，我和前辈今天就先回局里。等一下，两位治安官请留步。太好了，幸好你们还没走。乔普师傅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？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。总之那边刚才发生案件了，现在正僵持不下，两位治安官小姐，你们赶快过去看看吧。发生案件了，前辈，我们过去看看。那你们快跟我来。林，我们也过去看看情况吧。既然你们说附近就有治安官在，那就让他们过来评评理啊！我倒要看看人赃俱获的事到底还有什么可辩解的。司机先生，我始终认为您关于人赃俱获的说法有失公允，这就好比只看到一杯麦草拿铁上的奶沫就断定它不是咖啡。几位请冷静一下，我们是治安官，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治安官，你们可算来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叫盖尔，是天马素运的运输司机，今天刚好在这附近送货。刚才我送完货，正在打电话和下一位收货人联络，突然听见货车那边传来通的一声响，我吓了一跳，赶忙跑到车子旁边，就发现货箱里装的鸭子飞的飞，跑的跑，车厢旁还站着一只惊慌失措的帮布，就是他。
呢？怎么人呢？等等，令，司机指认的帮布，不是幺四幺杂货店的找零吗？治安官小姐，这件事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在我发现货车出事的时候，这周围没有别人，就只有他在场，一定是他弄开了我的货箱。我车里的那些鸭子是农场专门培育的新品种，价值连城。要是弄丢了一两只，我一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。司机先生，您的证言我已经记录下了。这位帮布，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喂，什么叫然后车门开了？我看是你把我的货箱打开后不小心放跑了鸭子吧。司机先生，请允许我提醒您，您对找零的态度实在过于刻薄了。治安官小姐，作为邻居，我必须替找零说句话。我很了解他的品行，他绝不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。那你告诉我，我的货箱明明是锁着的，到底为什么会凭空打开？治安官小姐，最近市里可有不少帮布犯案的例子，你们得帮我找到这只帮布作案的证据，让他为我的损失负责。治安官小姐，这件事不仅关乎找零的名誉，更重要的是他很有可能会因此丢掉工作。你们一定要找到真相，证明找零是无辜的。除了速溶咖啡的事，我之前还从没见过听曼大师这么激动过。哥哥，我觉得找零不会是犯人，我们和杂货店的几只帮布打过不少交道，他们都很诚实。不过司机发现货车出事的时候只有找零在旁边，这件事就很难说清楚了。嗯，人群怎么突然散开了？朱渊他们已经把事情解决了吗？我们过去问问情况吧。林哲，你们也来了。我们刚才在后面听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，既然人群已经散开了，是案件已经解决了吗？很遗憾，还没有。我们只是跟大家分析了现在的情况，让大家都冷静了一些而已。能问问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吗？刚才我们初步检查了货车周围，除了鸭子四处逃窜留下的痕迹之外，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之物。而且因为这附近没有街道摄像头，现在能调查的就只有帮布的视觉记录和车辆的防盗系统了。不过这两项都需要请求专门的技术部门来处理，无法立刻得出结论。要花很多时间吗？是的，大概需要两三天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司机和找零的正常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我们刚才说明了这些情况后，司机表示他目前最关心的还是货物的下落，只要能让他今天按时把货物送到，他可以接受和解。所以听曼大师和其他一些六分街的居民就动身去找鸭子了。林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也过去帮忙吧。我和前辈也跟你们一起去。找东西也是你们刑侦科治安官的工作吗？理论上说，这类案件是分属下一级的治安官负责的，可一来二去，其他治安官过来也要花时间，说不定还会给居民们留下治安局推诿责任的不好印象。再说了，这起事件确实也有一些疑点，我和前辈决定在找鸭子的同时，也顺便在附近找找其他线索。朱渊、青衣，谢谢你们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行动吧。林，找东西这件事我们还是挺擅长的，对吧？
车灯果然一直在闪，该不会是上次用了车之后就一直忘关了吧？奇怪，我明明是关了的呀，而且上次开车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，要是开着灯肯定能发现才对。怎么回事？车灯好像关不上了。是开关出故障了吗？不清楚，按了之后没有反应。再这样下去，车子的电瓶就要报废了。我还是先把车灯的接线拔掉吧。奇怪，我们不久前才检修过车子，竟然这么快就出问题。啊，哥哥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总觉得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好像有点耳熟。啊？怎么了，前辈？突然若有所思的。朱渊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几个今天一起遇到的这些事好像都与车辆有关？你这么说的话，杂货店的货车启动不起来，刚刚驶出改装店的车出故障，车和林的车灯关不上，加上天马苏运丢失鸭子，和车辆相关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四起了。如果算上前几天下午那场车祸，就是五起了。那天下午是我不好啦，不过谁让我的手机当时突然出了故障，我的注意力全都被这件事吸引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以后你可再也不能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了。嗯，光印广场发生车祸前，林的手机出故障了，是什么样的故障？什么样的故障？大概就是手机突然没了信号，屏幕上还出现了一堆五颜六色的条纹，不过不久之后就恢复正常了。果然如此。前辈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司机说案发时他正在打电话？如果我们没猜错的话，当时应该还发生了别的事才对。不错，找灵说自己突然感觉头晕，应当也是相同的原因。等等，你们两个怎么突然表情变这么严肃了？灵哲，我们有可能知道这几天所有汽车事故背后的真相了，我们先把鸭子带回去，顺便调查几件事，待会儿我们在货车附近会合，到时候和你们解释。找灵，朱渊和青衣让我们来这里等他们，他们刚才来过吗？哦，这事儿还是我跟你们解释吧。刚才他们两个来了之后，拷贝了这只帮布的电流数据记录，还问了我个奇怪的问题，就急匆匆的走了。方便问问你，刚才他们问了什么问题吗？他们问我，事发时我竟然在打电话，手机有没有发生什么故障？我的手机当时确实莫名其妙关机了，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什么？你的手机也出故障了？令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这几天发生的事，不会是 EMP 引起的吧？哲刚刚猜的一点不错。朱渊、青衣，你们回来了。司机先生，你听说过 EMP 发射器，也就是电磁脉冲发射器吗？
没听说过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一言以蔽之，这种发射器一旦启动，会导致附近的电子设备内电流突变，轻则引发元件故障，重则烧毁整个设备。利用它，想在不接触车辆的情况下打开货箱的电子锁，可谓是轻而易举。在你的车门被打开时，不仅你的手机发生了故障，找灵体内的电流也突然上升，都符合遭到 EMP 攻击的表现。也就是说，这只邦布其实跟我一样是受害者，引发事件的另有其人。对，这就是案件的真相。哎，都怪我是个急脾气，之前说了那些话。哎，赵玲，对不起，我冤枉了你，我向你郑重道歉。两位治安官小姐，那个引发案件的犯人是谁？你们抓住他了吗？请放心，署里现在正在调取六分街的监控记录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他。犯人今天用了不止一次 EMP 发射器，只要排查在几个案发地点附近都出没过的行人，就能锁定目标。呼叫朱元长官，您请求的监控记录已调查完毕，发现一名可疑人员，目前我们正在临街出口附近跟踪他，是否对其进行盘问检查？立即进行。收到。不好了，朱元长官，嫌疑人跑了，现在正往你们附近去了。青衣，我们快去堵截他。嗯，行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这里是朱渊小队，犯罪嫌疑人逃入空洞，即将进行动雷追捕。报备收到。早知道这么结实，就该再用灵力的。怎么样了？犯人跑进空洞了。我们进去抓人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哥哥，我们也跟过去看看吧。朱渊和青衣已经进空洞了，虽说我觉得他们一定能把犯人缉拿归案，不过我们也进空洞看看情况吧，毕竟我挺想亲手教训一下那家伙的。哇，哥哥你好像在生气啊。那个犯人差点害你出了事，我可没打算轻饶他，而且他还在六分街搞出了那么多乱子，也必须让他付出代价才行。灵，你如果准备好了的话就可以出发了，不过朱渊和青衣毕竟是治安官，你在空洞里的时候稍微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吧，免得被他们发现。
已经向西边去了。局里狱中的萝卜时效有限，动作快点的话，能在嫌犯迷失前逮到他。嗯，继续追吧。主人，已接到您的任务指令，协助治安官朱渊与青衣追捕逃犯。已检测到前方存在复数生物信号，推测为协助目标。请您利用身材优势悄悄接近，适时伸出援手。投降吧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停，你听，他们就在下面。真是阴魂不散，尝尝这个。是 EMP。 前辈，你没事吧？等等，秋意还靠近了。是被 EMP 吸引来的吗？先迎战吧。灵，趁现在我们靠近点看看。小心点，乙骸就在前面。放心吧，前辈，我今天出门带了全套弹药。不愧是优等生，未雨绸缪。这不会就是前辈说的怕什么来什么吧？警惕四周。完美的一招。站住。持续射击。准备缴械。可算把乙骸都干掉了。没想到 EMP 发射器不仅对电子设备有效，对乙骸的影响也不小，接二连三全冒出来了。
若是让那小子继续逃，难保不会再生事端。嗯，犯人既然有 EMP 发射器这种违禁品，恐怕本身跟犯罪组织也有瓜葛。我们必须抓住他，把背后的事情弄清楚。让我看看地上留下的这些痕迹，犯人到底往哪边跑了？不用看了，犯人往右边去了。哎，前辈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雪泥红爪，草蛇灰线，剑威之柱，千里击胸，这可是祖传的手艺，怎么样，想学吗？慢点慢点，我记下来。你再说一遍，是怎么确定那犯人是往右边逃的？哼哼，雪泥红爪，草蛇灰线。那个，有没有稍微不那么玄的说法？前辈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就像是凭感觉。确实是凭感觉不假，因为我的右手有点麻。哦，没想到 EMP 对前辈的影响竟然这么大，很难受吗？身体倒没什么大碍，只不过朱渊，捉到他之后可以大行伺候吗？看来从各种角度来说，都得赶快抓住他才行。那台 EMP 发射器还真是个麻烦的东西，你和 ES 也小心点。朱渊和青衣继续去追犯人了，我们也出发吧。前辈，这里能过去。墙上的洞帮不够不着啊，如果能修好这个机关，说不定有办法。已为您接入受损电路内部。主人，检测到当前故障原因为电路断路，您可尝试触碰电路元件，使其更换位置，接通电路。碰触电路元件试试吧。检测到电路功能已恢复。漂亮，顺利追上了。怎么又追上来了？休想通过这里。门关上了，只能试着砸开了。你看，门的开关就在附近，说不定能过去把它修好。和上次一样，把电路接通吧。检测到电路功能已恢复。门开了，好厉害啊，前辈。铁棍，我刚才明明没用力。顺利解决，我们也跟过去吧。
别再乱用 EMP 了，会吸引蚁骸的。谁管你啊？他们就在前面。这里也有使用 EMP 的痕迹，轻车熟路，快把它修好吧。检测到电路功能已恢复。也想抓住我，一只蚁骸还难不倒我，怎么出来这么多？救命啊！真是大快人心，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没时间感慨了，前辈，我们快去救人吧。别过来啊！是嫌疑人的声音，前辈，我们快走。不慌不慌，再让他多吆喝一阵。哼，前辈，现在不是坏心眼的时候了。知道他刚才弄得你很火大，但我们还是赶快去救他吧。团队配合满分。